我是一名小说家，一次意外让我失去了记忆，还有绝妙的小说构思。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只要记忆能重现，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 这是这一次的合同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还是你们年轻人厉害啊！金总过奖。哎，金总，你快点啊！来了来了。
老金呢是我们的大客户，你要好好把握住。嗯，好的，兄弟。不过我没上过游艇，第一次是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。嗯，好。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，喜欢吗？嗯，谢谢。